这天阿啾在摆摊。嗨，请问是阿啾本人吗？对啊，本人也属羊啊。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商品啊？那个阿啾，可以请你帮我脏话吗？好啊，那你把耳朵凑过来。真的假的？你就凑过去嘛。我爱你。当一个图文作家，好爽。阿秋，你等等要不要去啊？哪啦，现在很忙哎。去你的。